现在要很快的讲一下源源不绝的流量名单。如果你有越多流量跟名单，你的客户就越多，你就可以有越多成交，然后你就可以赚越多钱。OK？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你透过888的这些自动成交流程，你每次得到点击，所谓点击就是流量，你每次得到点击或者名单，你都可以赚到钱，对不对？888都会付你钱。OK？ 所以在你增加你的流量跟名单的同时，你都已经可以立刻开始赚钱了，因为888会付你点击跟名单的钱。OK？ 那所以我现在很快的讲一下这个点击跟名单。那点击跟名单呢，你有越多流量越多名单，你当然也可以赚越多成交的钱，还有一辈子的追售。像我现在每天常常都会有不少钱会自动进来，就是因为我名单很多，然后888会自动的帮我对这些名单做成交。所以这些你的名单越多，你一辈子自动赚的钱就会越多。 OK？ 那我现在先来讲流量。所谓的流量就是你有多少点击嘛。 OK？ 流量跟点击其实是意思是差不多啦。所谓的流量就是你有多少点击。 OK？ 那在网上你如果流量越多，点击越多，就会可以收集到越多名单，你成交就越多。那基本上呢，流量有两大种流量，一种是你不花钱，一种是花钱，对不对？那不花钱怎么样得到流量呢？不花钱得到流量方法很多嘛，就像我刚才不是示范到这个 LINE 这边，然后我就分享了一个图片，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分享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就会帮我吸引到一些人去点开来看。只要有一个人点，888会付你一笔点击奖金，还记得吗？对不对？那只要有人点，就会有一些人他们会想要看这个影片，然后去填他的名单，对不对？所以你点击越多，名单就越多嘛，对不对？ OK， 然后成交也会越多。那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怎么样不花钱可以获得流量呢？刚才我示范的那个是一个方法。那为什么人家会想要点开来看呢？就是因为你分享的这些东西呢，有趣，或者是对他们有帮助，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愿意去点开来看，对不对？那要去哪里找到更多有趣，然后对人家有帮助的内容呢？你可以去这个888这边。你如果去888这边，你会发现我们这边有很多免费的赠品，这些免费的赠品全部都是设计的非常吸引人，所以你如果去分享这些免费赠品，很多人他们都会忍不住会想点开来看，你懂我意思吗？有点像我刚才示范的这样子。 OK， 那所以我们设计了不知道几百个几千个各种各样很吸引人的免费赠品，你可以去送。那你只要去送这些免费赠品，你就会吸引到很多点击跟名单，然后当然就会帮你赚更多钱，对不对？ OK？ 那所以我们设计了非常多这些流量名单磁铁，这些都是很吸引人，然后可以帮你吸引到很多流量跟名单。那我们有很多的项目跟子公司都是设计来吸引流量跟名单，那我今天没有时间介绍每一个。 OK？ So，比如说我也常常用这个 MediaBar 传媒网红吸引大量的点击跟这个名单，对不对？ OK， 好，我现在很快的讲一下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奖励计划。在这个888后台，在888后台这边，你如果接下来登入这个888后台， OK，接下来你登入这个888后台，我的账户这边， OK， 那你在这边你会看到你的累积的点击，譬如说你去分享888的东西，还有 MediaBar 传媒的东西，你分享 MediaBar 传媒，你也是一样可以赚到点击奖金、名
单奖金，还有自动成交收入。OK， 这个 Media Bar 传媒，你可以看到 Media Bar 传媒上面有很多很棒的内容。那你如果去分享 Media Bar 传媒的这些很棒的内容 ，OK， 你可以去分享，对不对？你可以分享。那你如果去分享 Media Bar 传媒这些很棒的内容的话，只要有人点击，那你也会赚到，你也会赚到点击奖金、名单奖金。他如果点旁边的广告，你也会自动的赚到广告收入。他如果买东西，你也会赚到这个成交收入。所以不管你去分享8&8的东西，或者你去分享 Media Bar 传媒的东西，那你得到越多点击跟名单，你都会立刻赚到钱嘛，然后你也可以赚到成交收入，对不对？那除了你可以立刻赚到钱跟成交收入之外，我们马上会推出这个钻石金币银币的奖励。 OK， 那这个钻石金币银币是怎么奖励的呢？接下来你登入你的8&8后台我的账户之后，你会在这边看到你的累积的点击跟名单还有成交。OK，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会公布说，好，你现在可能譬如说有5000个点击，还是多少点击，我们会公布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你的累积的点击跟名单达到我们公布的这个门槛，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银币。OK， 你可以选，我们有很多银币可以让你选，英国的、美国的、加拿大的，这些都是政府发行的银币。OK。就是各国政府发行的银币，所以你接下来在8&8这边，除了你可以赚到点击奖金、名单奖金、自动成交奖金，什么一大堆各种钱之外，我们另外还会给你奖励，譬如说你累积的点击名单达到多少，我们就送你一个银币或者是一个金币。OK。一个银币你可能会需要几千个点击、几万个点击，我们接下来会设定一个规则在这边。 OK， 你马上就会看到在8&8后台，你马上就会看到 OK， 你累积多少点击我们就送你一个银币。那你可以选看你喜欢加拿大的还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随便你。 OK， 那你如果达到多少点击、多少名单，你可以拿到一个金币，这个你马上也会看到。OK， 这个我马上会公布。OK， 然后甚至说，你累积很多的点击跟名单之后，我们甚至可以送你钻石。OK， 那这些规则呢，怎么样可以得到银币、金币、钻石的规则，我们是马上就会开始公布在这个8&8后台。那你马上也会看到你的累积的名单，你累积的这个点击跟名单嘛，对不对？OK， 拿到点击跟名单还有很多方法啦，但是呢，我今天时间有限，我没办法每次都什么东西都讲嘛，所以我很多东西今天可能就没办法每次都讲。OK。好，那我刚才已经讲了嘛。你可以呢，透过分享 Media Bar 传媒也是一样，可以获得很多点击跟名单，对不对？然后都可以立刻赚到钱，然后也可以你分享 Media Bar 传媒得到的点击跟名单也是一样，可以得到这个钻石金币银币的奖励。OK， 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OK， 谢谢，拜拜。